我们是品质做，就是要有卓越的品质跟设计，就以提供更多的产品的丰富化给消费者。说起来，在瓷砖业里面，我们的历史悠久，然后很多消费者认为我们品牌是比较昂贵的产品。不过我们白马也有不同层次的产品，以符合社会的各阶层的人去使用。我们是希望消费者可以进入史拉米窝，然后做你们自己的预算跟选择。